她是你前女友，要约你去吃饭。你觉得我应该去吗？小淘气，你自己做决定就好啦。我只是想劝你回去好好上课，哎，你还是好好先解决地球上会发生的事吧。岳飞，干嘛？我要跟你离婚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那么多女生想要靠近我，就只有你连看我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就订了这家饭店最有名的。Excuse me。那个应该上个礼拜就来啊，来了没啊？